脑子里的。压它吃草了，小眼睛跟那个那蜥蜴的那个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回去跟爸爸说，大犀牛啦！我说我那肋骨都露出来了，我身子亏。哎，后甲应该是。嗯。看。来啊，来，快来看，开家公式。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开家公式？有。你看他身上呢，是不是他那个开家的皱褶？17到19大项目都有。